他们是在站在哪一个位置？对，这个是小龙女的小蚂蚁。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游击方向的平飞安打，超出安打是铃木敬伟。那个触球的转速相当理想。这一棒又是安打，月地也打出了在这一次明星赛应该。正确来讲，是他生涯在明星赛的第一支安打，两好三坏，一二垒有人，四坏球保送，手球有一点亢奋了，投出了一个四坏球保送，无人出局满垒，领先三分，而且内也是满垒，有机会来处理了，三垒上方，王威成就定位接杀，比较多的目标可以选择。手球的触球，低角度的位置，把刘继宏给三振。直球，新人旭左半边安打，垒包上，三垒这一分回来，林武敬伟回来。哦，新人旭锁定了一好两坏之后一颗内角触球，他也抓到邱耀军今天的状况最好这个触球，左半边的平飞安打。我当然知道教练最后一个判断相当正确。如果直接把它扣回来的话，出局的几率是很高、啊。对，左外野正面平飞球落地安打，对，回传很快。如果拼第二分，就有它的风险。跑者被挡下来，那也知道教练是失经点。对，这个站位也拉得比较长，能够对回传的一个角度判断得更精准。